嗨，我是专业测评一百年不小心就帮你拔草的全货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要给大家测评一款最近在抖音上很火的气垫 BB 霜。在刷抖音的时候呢，看见了有好几个百万级别的美妆博主都在推荐这一款气垫 BB 霜，韩国欧惠的气垫 BB 霜。它卖点呢，就是防晒、粉底、气垫 BB 霜三合一。